解读建筑，我们今天解读法国巴黎凯旋门。提到凯旋门呢，很多人都会想到巴黎的凯旋门。其实世界上凯旋门是很多的，不过比较出名的呢是七座凯旋门，其中包括法国巴黎凯旋门、德国柏林凯旋门、意大利罗马的三座凯旋门、意大利米兰的凯旋门、朝鲜平壤的凯旋门。其实最古老的凯旋门是罗马凯旋门，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凯旋门，有三扇门，北门、中门、南门，其中呢南门规模最大。所以啊，法国巴黎凯旋门不是最早的，不过在很多人心目中呢，法国巴黎凯旋门是最正宗的，但是最早的是在罗马，我们留意一下。巴黎的凯旋门和罗马的凯旋门很像，但是也有区别。这是法国奥朗日凯旋门，它也是一个凯旋门，和罗马凯旋门很像，对吧？它是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奥朗日。什么时候造成的，目前还不知道。据说啊，在奥古斯都在位期间建造而成的。包扬高卢战争和第二奥古斯都军团的退伍军人。从左边开始，这是朝鲜平壤的凯旋门，中间是米兰的凯旋门，啊，也非常漂亮。右图是德国柏林的凯旋门。如果我们只看这张图片，你可能还不觉得是凯旋门，但到了那里一看，哎，大概也知道这是凯旋门，但是和其他的凯旋门都很不一样。现在我们来看巴黎凯旋门，又叫雄狮凯旋门。我看了一下图片，各个角度的怎么也找不到有一头雄狮啊，但很奇怪，称为雄狮凯旋门。它位于呢法国巴黎的戴高乐广场的中央，香榭丽舍大街的西端，是拿破仑呢纪念1805年打败俄奥联军的胜利。那个时候法国的国威啊达到了鼎盛，然后呢拿破仑就开始炫耀国力，庆祝战争的胜利，就开始下令在星形广场，也就是今天称为戴高乐广场，建筑伟大的雕塑，建筑这个凯旋门。所以凯旋门又叫星门，因为它建立在星形广场上。后来呢拿破仑被推翻了，凯旋门的工程也暂时终止，后来又开始恢复，断断续续经过了6年，哎，最后呢落成了。凯旋门高多少米呢？宽厚我们就不记忆它了，但是高记一下 49.54 米。我们怎么样记忆呢？49年是咱们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啊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54呢谐音就是五四巫师，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啊，有一位巫师在法国巴黎凯旋门上做法，他企图毁灭新中国。但是新中国怎么可能被毁灭呢？咱们中国越来越强大，不是吗？ 49.54 啊，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记忆凯旋门的高度。如果你记住了这个高度，你就比一般人都厉害了。一般人知道法国巴黎凯旋门，也看过合影过，但是就是不知道高度有多少啊！你记住了就不得了。下面来看一下一些特写，左边是凯旋门的左侧特写，上下有两组的浮雕，对吧？右边这张图是右侧的特写，上下有两组浮雕，加起来四组浮雕，大型的浮雕，是表示四个部分：出征、胜利、和平、抵抗。出征、胜利、和平、抵抗，啊，代表这四方面的意思。这是顶部的特写。这个巴黎的凯旋门可以坐电梯上去的啊，也可以坐台走台阶上去的。
上去的话呢，里面你可以看到什么呢？台阶石梯啊，有284阶。上去后呢，第一站有一个小型的历史博物馆，里面陈列着有关凯旋门的各种历史文物和拿破仑生平事迹的图片，以及法国的各种宣章、奖章。另外呢，还有两间呢配有法语解说的电影放映室，专门放映一些反映巴黎历史变迁的资料片。再往上走，就到达顶部平台，从那里你可以鸟瞰巴黎名胜。不得不说的是什么呢？不得不说凯旋门的正下方，1920年11月11日建造的这个叫无名烈士墓啊，墓是平的。据说墓中长眠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一位无名战士，他代表着在大战里面死难的150万法国官兵。目前有一盏明灯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圆形的明灯，每天晚上这里都会点起不灭的火焰啊！每逢节日呢，就有一面十米多长的法国国旗从拱门顶端直垂下来，在无名烈士墓上空招展飘扬啊！法国总统都要从凯旋门下通过的啊，在国庆的时候，然后总统卸职的最后一天呢，就要来到这个无名烈士墓，要献上一束的鲜花，很特别的做法。如果我们从空中啊俯拍，我们就看到以凯旋门为中心，旁边就有12条岔路圆环啊，气势磅礴，这成了欧洲大城市的设计典范啊。法国一些设计啊，成了欧洲大城市的设计典范。这是凯旋门的夜景啊，非常的漂亮。巴黎凯旋门，咱们就介绍到这里，拜拜。